蛇。拼了性命也要守护的人，这种守护的感觉你永远不会懂。现在我懂了。真圆了。难道我练成了守护之技？许的愿是，我想找到我哥。你们所有人都给我睁大眼睛，好好的看一看，品一品这玉华派千年难遇的丑闻。是吗？品一品是吗？千载难遇是吗？红的，孽徒，你还有脸看？棉花糖甜腻，实在不是修仙之人该吃之物，但时下不是闲身，吃点棉花糖也不算错处。果然是小不点勾引小师叔，请师尊明鉴。师尊真的不是这样的，只是不小心滑了一跤。妖怪，
你就不能往前回放一点吗？不好意思，启灵镜只能回放记忆中的内容，就算是你脚底一滑，那肯定也是你故意的。心机，小师叔，你可一定要擦亮眼睛啊！是徒儿定力不足，虽然不小心吃到，也应立即纠正，不该贪嘴，之后还心心念念。求求你别再说了，像小不点这种妖人就应该行火边之刑，再赶出山门。师父，识相都给我闭嘴。你们三个，一个歪道邪门扰乱门规，一个心摇神驰不知廉耻，一个偷窥尊长传谣滋事，都怪本座平日里太惯着你们了。师父不要。爹发现的女人就是你，你竟然骗过了真花拳。那棉花糖不能怪小师叔定力不足。我也不知道。好一个不知廉耻的妖女，竟敢用女子气息玷污我玉华大殿。不是这样的，师父，是徒儿做主，隐瞒时下女子身份不是她的错。看来我200年的教诲都被你当成耳旁风了。你还记得我玉华派的祖训是什么吗？玉华派立派身正，功法纯阳，本派之内不得有女子。你还没有昏了头啊。来人，把这个妖女给我拖下去，按照门规处以火鞭之刑。这是不是太严了？意思不一样。师父，时下没有灵根，受不得火鞭之刑，弟子愿代他受过。你还真是有情有义啊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求师父网开一面。哼，还愣着干嘛？林奎，把这个妖女给我拖下去。是，带走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糟了，师弟这次怕保不住石下了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不去。放开我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放开他。她是我妹妹。妹妹？你妹？
小师叔真是鬼迷心窍，丢尽了玉华派的脸。闭嘴！小师叔这是为妹妹承下了火边之险，这叫有妻有义。你动什么呀？你们看，灵树怎么还发芽了？对啊，这灵树发芽了。怎么可能呢？师弟，这灵树发芽，横竖是一件喜事啊。我可以为他作证。掌门，师伯，师叔，我是亲眼看到的，是石夏救活了我们的灵树，他对玉华派不但无过，反倒有功的。闭嘴！都给我闭嘴！林奎，带人去搜石夏的房间，把所有可疑的东西都给本座带回来。是。石夏，本座问你，你到底是何人？弟子家住山下荷花村。想清楚再说，如果有半点不实，后池跟碧红与你同罪。来自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，21世纪的江城，各位师尊不会知道的。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子，进我徒儿，坏我门规，妄动我灵脉，究竟居心何在？我没有，我只是见后池为灵树枯死伤心，想帮帮他，毕竟一直都是他在帮我。还不肯说实话吗？那就休怪本座动用门规。师父三思。师尊，你看我找到了什么？点是魔派奸细，什么是魔派奸细？小师叔，你擦亮眼睛啊，不要被他给迷惑了。说，你跟魔尊什么关系？我都不知道魔尊是谁。石夏，画上的真的是魔尊吗？他
不可能是魔尊的，清风，你相信我。师父，太可疑了！徒儿觉得其中一定有误会，我该以性命担保。石下与魔派，你闭嘴！我早就怀疑，魔尊偷偷潜入我玉华派，是有内应相助。原来就是这个妖女。师父，石下自来到玉华派，便一直待在徒儿的院中。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玉华派的事。他还帮我们救活了灵树。灵树。看来本座200年的心血全都白费了。待我先处理完这个妖女之后，再来跟你计较。居然为了他忤逆师父。师父，徒儿有错，任凭处置。妹妹有难，我绝对不会袖手旁观。连掌门，手下留情。来人，把石下送去戒律堂。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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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是想替他受罚吗？本座成全你。你的伤呢？还疼吗？没事。
一点小伤不足挂齿。听说你要去考试了。嗯。所以你是来跟我告别的。对了，这个给你。有了它，我就不怕睡不着了。你多久回来啊？很快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这是我第一次下山。我知道，你以前连院门都没出过。你有什么需要，就跟碧红师兄说，千万别再触怒师父。你放心，我这么机灵，会审时度势的。自从我来了这儿，每次闯祸都是你帮我摆平，我不会再轻举妄动连累别人了。这是什么话？妹妹出事，哥哥摆平，本就天经地义，何谈连累？放心，在这儿既不用上学，又不用隐瞒身份，我定会吃得好，睡得香，兴许等你回来都胖了几斤呢。倒是你，路上小心。是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你加油。我走之前，你能不能再叫我一声哥哥？这剧情有问题，临别再叫一声的戏码都是永别，不吉利。那待我初试得了第一名。别说这种话，临别之前立这种约定，必死的。看你眼圈都红了，定是又想你的亲哥哥了吧？这里没有书，你就把我当书吧。傻子，快走吧。我等你回来。一定等我。